最近大家肯定都憋在家里，然后憋坏了吧？我也是。然后今天放学了，因为最近天天都在外边吃饭，所以我的钱包已经吃不消了，所以今天就自己去买菜做饭。然后刚才我去买菜的时候忘拍了。哦，这是买的食材，买了一块牛排，就是肉眼牛排，然后还有一包大蒜，然后一包迷迭香。因为食用油和黄油我家里都有，所以说也就先不准备那些东西。然后现在我还要去买一个平底锅，因为我家里其实是有平底锅的，但之前在家里煎带鱼的时候失败了，然后那个平底锅就是现在就是超级不美观，所以说我得去买一个新的，然后以后煎牛排用。很奇怪的是，我在一家建材超市找到了锅碗瓢盆这些厨具，好奇怪。正在我回家路上，所以来挑一挑。就其实我感觉不需要太大，这个有点太大，可能这个尺寸好像有点小，那可能我觉得还是得这个大尺寸的平底锅。然后30块钱还可以，不贵。不，在我一晃眼间发现了另一种，这个好像是专业煎牛排的平底锅，这锅超重，是那种铸铁锅，超厚超重，一只手都拿不起来。好了，现在我呢是已经到家了，然后准备做一个牛排，然后我们开始，这个放到这边。然后下面是要放一点粗盐，就不要用那种平时大家炒菜用的细盐，那个会没有质感。好，然后对，就是两面都是这样，两面都，我就先省略这步骤了。然后这就算腌制好了，然后放它一会儿，因为是才从超市里的冰箱拿出来，然后我才回家没多久，先放一会儿。好，趁着现在这个时候可以把刚才买的锅给发动起来了，然后点火烧锅。然后煎牛排其实没有什么特别高深的油，就不能打广告，想想怎么办，这个油就可以了。就是哎，怎么这么亮啊，反正就是中国的那种调和油，哎就可以了。然后先把锅里的水烧干，然后再放油。现在这锅里的水已经烧掉了，然后已经非常热了，然后现在倒一点油。哎呦，哎呦，不行，这锅太烫了。哎呦，怎么东北话都冒出来了呢？然后现在就是等待它烧得很烫很烫的时候，等到它冒烟。现在已经这样，感觉已经非常烫了，所以说把这个牛肉放进去。哇，期待一下它的声音。哇，我的天哪，天哪，美妙，一股浓浓的肉香，噼里啪啦的滋滋的声音，太美妙了。大概1分钟、2分钟的样子就可以翻面了，因为牛排不要，哎呦天，不要烤太久，然后现在翻面，你看这样就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一个熟度，它正反面，然后它中间里边是不会太熟的，因为我是不太喜欢弄太熟，所以说就稍微生一点会比较好吃一点，所以说现在其实已经差不多了。但是我还是要弄一点其他的东西进去，直接扔一块黄油下去让它融化，然后这个时候再放一个大蒜。哎呦，大蒜和这个 rosemary 迷迭香，反正差不多。然后牛排旁边拙劣的给它
冲一下，冲一下边。哎，我真的不太会，我天哪！然后这个时候，其他的这些汁也已经化的差不多了，然后把这些有点多了这个黄油把它扔。然后现在有一点余温，因为我不喜欢太熟，所以说让这些余温来烤一下它。然后拿一个小勺子，哎，这步好难啊，这个。然后现在就是把它这个牛排放在这一侧，把它刚才用黄油烤的汁集中在这里，然后往上浇，就是给它一个最后的调味，非常 OK。其实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家煎牛排，显得我超专业的样子，但其实我真的没底，会不会做得好？哇，还不错哎，看起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这多给它浇一点，我觉得我这个有点太生了，可能就三分熟，三分熟也能吃。就这样出锅。哎呦，哎呦，好了，现在出锅。好大呀，我一个人哪吃得完了，我去。哇，略微的摆一下小盘，也没有什么好摆的。 OK， 好了，接下来就是神圣的切牛排时刻。但在切牛排之前得有一点仪式感，给自己开一瓶香槟，自己开一瓶香槟庆祝一下。OK， 现在开始切牛排环节。哎，好紧张啊！真的是三成熟啊，失败了。这能吃吗？我的天哪！失败了，失败了。结束了，这期视频结束了，拜拜。